卷儿包衣服，哎呀，撕坏了。行了行，哎，行了行，别拽别拽了。你要干啥？哦，你要要那床是吗？他又睡你床了，妈给你要啊。嗯，元宝啊，你把这床给弟弟行不行？你看他不给你，过来妈给拿个新的，过来吧。嗯。这么热的天，你们给狗宝安排9:09的冰丝凉垫了吗？丝丝滑滑的料子，还有俩只可爱的小耳朵，自带的小枕头，狗狗枕着很舒服，耐抓耐磨不粘毛，大尺寸也便宜，宝贝上去就不想下来了，赶快给你家宝贝安排吧。